紫色的话跟大家讲是今年最流行的紫色，然后配黑色的撞色线条撞色边，然后两个大大的口袋。那长度的话我身高161，所以小个儿也可以驾驭，高个儿也可以驾驭。黑色的话就是比较帅一些些，然后比较贵气一点点。每个人你看你踩高跟鞋就会有一点小气势的感觉。我觉得它很保暖，你看我捏一下分量给你。然后袖长大小长度比例，小小个儿的都完全 OK， 因为我们公司有那种小资女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